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近日，肖战粉丝在做公益的时候，一项公益助农的产品又售罄了，而且这样的情况呢，也早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在公益之路上面呢，肖战粉丝力争做到最好，一骑绝尘。与此同时，许多人都对肖战粉丝的这种致力于公益的决心和态度大加赞赏，并且直言这才是饭圈正能量的榜样。事实上呢，关于这项公益活动，便是由肖战粉丝公益项目组发起的“让妈妈回家”苗绣创业公益项目。该项目聚焦的是花环线的苗族刺绣手工艺品，地区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，而苗绣则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有着非常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。而这个公益项目的意义呢，便是在于让外出打工的贫困妇女能够返乡回家，不要外出漂泊，从而实现他们的美好憧憬，带着玩，绣着花，养活自己又养家。一骑绝尘并不是为了彰显什么，只是为了让所有的人看到肖战粉丝身上的正能量。可以说这项公益活动的意义是谬远悠长的，说是功在当下，利在后辈也不为过。毕竟呢，肖战粉丝做的这场公益啊，帮助的不仅仅是一群女性，还有他们背后的家庭以及家庭里的孩子们。所以这场公益活动受到了肖战粉丝的积极参与。只不过由于参与的人数众多，不多久啊，相关的公益助农的产品就售罄了。这个肖战粉丝做公益的这股劲儿，真的是一骑绝尘了、真的有令人感到赞叹。而且这才是饭圈应该有的正能量。诚然，现如今在网络上对于肖战粉丝这个群体依然还有非议存在，但是我们相信啊，清者自清，肖战粉丝一直都跟随着正能量偶像肖战，在用实际行动表达着对于这个世界的爱与感恩，用公益传递着正能量。而从此次公益项目当中的表现，我们便可以看出来了。所以产品售罄了，这代表的是肖战粉丝的那一份执着。一骑绝尘并不是为了彰显什么，只是为了让所有人看到肖战粉丝的状态与形象。作为粉丝，我们也愿意践行饭圈正能量。至于许多人所言的饭圈正能量榜样，则一直都是众人奋斗的目标。雪中送炭迎真情，患难与共见月明，苦海相伴不怕累，四海天地走四方。此诗抒发开小灶半年来对于肖战特殊的支持，在别的品牌放弃遗弃，他们合伙人负责人却无怨无悔的为战战争取宣传片上新机会，以及各地的线下体验现场版的情感交流等等。战战不在的日子呢，粉丝借着小灶传达这个深沉的想念，也让人心服口服。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等待，等待最迷人，等待有痕迹，等一个人变优秀，时间是治愈悲伤最好的解药。本月以来，河北、江苏、太原、南京、福建开启了线下活动，举办方诚意满满。小灶在温情的岁月和真挚柔软的粉丝相遇，一起等春暖花开的时刻。高考过后，各地线下体验馆纷纷开启，学生组、宝妈白领依次加入，活动场面极其盛大。这两日呢，肖战的人形立牌在上海体验馆闪现，粉丝们一涌而入，产品再次屡现抢空，不得不服战战的带货能力。虽然不在，也能够通过人气成功引来少男少女、叔叔阿姨们的喜欢。肖战来上海了，开小灶体验馆人气爆棚，官方说你若安好便是晴天，真的是一大热点啊。在魔都的朋友表示，店内挤不进去了，进去的时候发现产品销售完了。小灶对于这一切的回复说，我们希望每一个喜欢小灶的朋友，不单单是被战战的个人魅力吸引，更能够发现他的闪光点。活动该启动的时候呢，就像极了明星演唱会，缺货不得已线上预约啊。小航深深感慨说，哎，你们都能够吃到大眼的产品，我一个三线城市，若不是这几个月了解了开小灶，哪知道这等流量重情重义的商家呀。细节见证爱，细微之处见证陪伴，每个冷暖自知的日子，小飞侠们都把黑粉当成是仗势欺人的恶徒。上海体验馆开动了留言板，看着一句句的暖心话，小航终于知道肖战给大伙的意义了。祝你平安，祝你早日披荆斩痛，不如等你冲破海浪。关爱抒发深情，有血有肉之人知道这半年肖战经历地会痛哭，或者是趴在朋友知己爱人的背上难受。是啊，那么好的一小伙子，只因为同人圈制度深受质疑。小灶啊，幸好有你，你的不离不弃始终如一，荧光万丈是世间唯一的光芒，你用星光点燃了孤独等爱的人。上海体验馆太火爆了，引来周边的商家做活动，像抱枕啊、立牌啊、同款围裙啊、被挂啊等等，人形立牌各种
有了新东西，像开小灶送出的写真照片、同款饮料，真的是服务到家了。他们没有恶意，只是为了吸引小飞侠到店里光顾。念念不忘必有回音，相知太晚人海渺茫，人生中相遇这件美好的事，如果说没有童话篇章，爱恨纠葛未来必散光。肖战与开小灶的感情血浓于水，一同抗击黑子的谩骂，忍受冷眼侮辱，小灶挺身而出，不换代言人，忍得了格局，镇得住伤痛。未来会怎么样呢？明天会不会多姿多彩呢？大家无法想象每个商业化产品的明日，但是小航想要说一句，彼此患难过，彼此珍惜过对方的情谊，往后余生必能够再创辉煌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